侨胞们、朋友们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，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向领区内的广大侨胞、中资机构人员、留学生和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祝愿。过去的一年是广大侨胞拼搏和收获的一年，你们秉承了中国人勤奋、努力和坚韧的优良传统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，在学业、事业发展及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大家不容易，大家真的辛苦了。我对你们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感到无比高兴，更为大家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所展现出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在新的一年里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愿与广大侨胞和各界朋友一道，抓住机遇，加油实干，为中国与领区的友好、为中加关系增砖添瓦。最后，祝愿大家狗年大吉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